产品经理 Russ， 很高兴在这边 CES 替大家介绍我们这台最新的机种 TVS 882BR。882BR 有什么特色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台是一个 Blu-ray Disc Ready 的 NAS， 使用者呢可以在这边插入自己的一个 Blu-ray Disc。那我们在这台 NAS 有什么优势呢？我们也可以把使用者跟正常多年的 DVD 或是蓝光光碟，透过这个光碟机汇到您的 NAS 上面做一个 storage。比如说，您可能在十年前有买了一些经典的电影的光碟机，这时候放在我们的时间 NAS 的时间里面，可以随时观看、随时分享，透过网络。此外呢，这台硬碟它提供的是最新的 Kaby Lake 第七代 Intel CPU， 让您可以更快的享受一个极速的速度。此外呢，它也有 4K 的一个输出转档。OK， 那请大家期待这台TVS 882BR 机种，谢谢大家。